麻醉又来一针啊，无法度吼，只要刚刚一直射偏。赶快出发，赶快出发！应该都有安全吧？这个没有保护到而已。抗性会提高，我是有看到那个啦，麻醉抗性的那个。遭暴风雨中驾驶汽车或飞机会被吹走，我知道啊，一开始我就被吹走啦。你还在不舒适吗？不要骗了哦！你有朋友了哦，不要这样子哦！还跌倒，你在干嘛？装可爱啊？去找你朋友啊！哎，不要太过分了，不要太过分哦！你，哎，他很喜欢撞这边呢。他是撞到一半，他撞到一半，心情突然变好了，有没有？好，下雷龙，改个名字好了。真，哇哦，哇哦！你五星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撞那边呢、啊？情有独钟，干嘛你也要撞哦？神经病！欸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干嘛避难全部跑来这边哦？哇！对，刚刚要看那个他杀多少人，对不对？的朋友不是在这里，哪里这个吗？是。没有杀死人啊，通破一次，倒麻醉两次，你活该。当我是喵喵，他也是五星欸。啊，我们忘记用这个啦，承包案。我们刚刚收到一份委托，可别让他等太久。反应是速度改造亏了。如果你想要恐龙全心全意的信任你，那就必须偶尔让他们自由奔跑，率性而为。就算他们的率性而为意味着他们会猎杀，那也是必要之举，因为那就是他们需要的。我全都鲨鱼啊，那就不用动啊，就死啊。哎，反应速度。反应，
的东西吗？要。白痴哦，原件这个很贵呢。好啦，我们要没钱啦。我们这儿有一件你可能感兴趣的工作。人们总是害怕自己不了解的事物，但这些岛屿和岛上的恐龙可以将这种恐惧转化为别的感受，像是希望之类的。重点是我们必须努力吸引更多人来这里。我也要啊，可是我剩下83块啊。好啦，我们又穷了，已经花完了。这到底赚不赚钱？都只有一个游客哎、欸。你在这份合同的表现令人赞赏，上层都有看到。游客总，来来来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快可以挖掘产量增加一个，先研究吧。有个有趣的工作上门了，而且有利可图。饭店哦，建筑物越多，机会便越多，签下它吧。750，75，嗯，饭店改造，威龙，在鲨鱼上面，大概在第三排那里有反应速啊？是吗？等一下哦，鲨鱼上面不是鲨鱼不叫反应吗？反应啊，它哪里有速度？你有啊？哎呦喂、欸，87哦，好用。哇！我孵了一只，这是可以不要吗？又有钱啦！哇哦！不过我是个容易取悦的人，这有钱了耶，一定会让我超满意。好，没有了，要车子来。看我可怜吧，都穷成这样子了，还不给我点钱，对不对？甲龙、三角龙，还有没有盔龙啊？就我都把盔龙卖掉了，
装技没有亏龙了。好啦，我看看其他的。什么？第一只给刺激龙吗？你说喂它吃吗？哇塞！直接讲结论，换作是我也没法做得更好了。谢谢。好。我收到了一份新的委托，这对科学部门非常有帮助，对你也有好处。觉得不舒服吗？可以，他其实社交还可以再多一级啊，没关系啊，就留在这里吧，有一只。好啦，孵化，不是孵化啦，巴西放羊。就是因为恐龙不够多，游客一直没有啦，可恶。拜你的成果所赐，我们科学部门的工作得以推展了。饭店。不行，饭店只能盖在偏远的地方。放电放海边没关系啊，我放电一定会放很多间啊，我第一个岛也放了两间啊。我因为我还在想其他肉食恐龙是不是要放这边。是啥？哇，原来你是这一只哦，我很喜欢这一只欸。他在第一集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什么刮胡泡里面，不是刮胡泡那种，对啊，就是刮胡泡那个罐子里面被带出去，然后有个胖子被咬死。连 VP 们看直播好卡，不要哭，什么事情？那些新建筑物盖得不错。欸，他们在开会，好，取个名字。意外人错。歪生错的弟弟。是土兄弟。哇，好多人哦，他们是直接从里面冲出来。